哎，你在法庭上还笑得出来，我都快吓死了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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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吧。队长，队长，回来了，为难您了吗？没有，黑旋风出其不意，截了个法场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哪顾得上为难我呀？他现在成了另一张大笑话。行，回来就好，坐。 我没迟到吧？就等你了，每次都卡着点来。刚才耽搁了一下。刚才那姑娘把您蹲一边聊什么了？刚才来的那个姑娘要采访我，正事儿。哦，别闹，开会。哎，来了？是的，是吗？ 那个大哥，土匪换货的日子，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这开会会头还没起呢。你说，大哥是这样的，土匪换货的日子是这月初九，满打满算现在还有4天，咱是不是得抓点紧吧？咱们现在已经摸上了一线市场的后路，这可是他们的软肋，一刀插进去绝对要了他命。好，这两个信息非常的重要。 可以制定下一步的计划。制定下一步计划之前，我们要做一些准备。文涛，你一定记着啊！我不管是谁，只要是土匪从仙石山要是下来进城，就被我拿下。我不允许仙石山再跟城里面有任何的往来。是。好。在我们下次开会之前，包括所有的计划，仅限于我们几个人知道。 因为侦探对所有的人员构成非常复杂，其他的话我不多说了，都听懂了吗？明白。你说上山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打个招呼，人家是上面派下来的督办，你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忍一下呗。忍可以，东西得拿回来呀，这拿不回东西我怎么忍啊？ 就怕人家是老鼠拖木仙，大头在后头，要是真打仙石山，恐怕要动用你的老本了。放屁！谁都甭敢动。高队长，哎，高队长，参谋长也在。怎么着，司令，我能坐吗？随便坐呀。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直说吧。不是你上山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也不汇报一下？我是侦探队的队长啊，侦探队有什么行动，我不知道我应该跟谁汇报，跟谁？跟你啊？对呀，跟我呀。我现在还是临沂城城防司令啊。临沂城难道不属于七龙小组的管辖吗？我没说不在管辖呀。司令，你什么意思？关键是现在这东西都在山上呢。 你要没拿回东西，这么强攻，这损失你赔啊！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二位了，我的目的何在？我的任务是什么？就是剿匪。是东西固然重要，韩主席的东西吗？我要把这些赃物拿回来，和我剿匪冲突吗？矛盾吗？说老实话吧，确实没有把二位放在我眼里。啊？我是放在心里，二位都是高我一官半职的长官。 以后希望二位能够多多配合我的工作，免得韩主席他们说出什么来，这样不好。我没说不配合你，关键你别老拿这个韩主席跟胡同指挥来压我，我告诉你，老子还真不吃这一套。压不住吗？啊，当然了。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你想试试吗？试试就试试啊！哎，别误会，你这次剿匪啊，我们司令是全力配合的啊。要不这样吧。 你先拿一个剿匪方案，召开一下战前会议，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方案我已经做好了，明儿会上说吧。告辞了，要听话呀。我上头也有人。司令别生气，气头上的话别当真。明天看看他会议上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吧。 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
看，明天再说呗。我还就不相信这事咋的，因为这事把我的司令给我撤了。蒋委员长不看着呢吗？这个是咱们交货的定钱，你马上派人进山告诉杨虎威，说高林峰已经知道出九就是交货日期，咱们必须提前到出发。等到时候，我的粮食和武器运到看山窝，他们也会把古董和药品给我交回来。 这个秘密联络点已经暴露了，必须得转移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办啊。都在呢，各位。高队长，哎，听说你上了飞仙台，真的假的？ 杨虎威能上去，为什么我上不去？我们都是人，他又不是什么神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动手，我可该等不及了。那就什么玩意儿等不及了？不灵，你等不及了？这仗怎么打，不是还是我说了算吗？ 那你不是说啥？说你等不及了吗？你跟高督办协同作战啊！好啊，这。不过，我丑话可说在前头，你要是给我打不赢，别怪我找你算账。到时候连胡同指挥都保不了你。
安藤先生，高林峰要对仙石山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两虎相斗必有一伤。如果局面失控的话，对我们的黑金计划会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是这个世界永恒的法则。坐。 高林峰如果能把山上那些土匪的嚣张气焰给打掉，我倒是乐见其成。狗急跳墙，困兽犹斗，唯有在这种心态下，那些土匪才能听命于我们，成为我们黑金计划的工具。倒是你，必须控制进攻的节奏，不能让高林峰把仙石山给彻底端掉。 侦探队有你的人吗？有。那好，必要的时候让他帮杨虎威一把，给他留一条生路。可是我们的货还在山上，要是东西落到高林峰的手里，我们会很麻烦。这倒是个问题。你想怎么解决？现在我需要点时间。 圣战定的是初九交货，我想我们把这个日期提前到初八，只要在初八能稳住高林峰，让他跟他的人老老实实的待在城里不动，那我就可以提前把货拿到手里。初八，贾丹。 喂，哪位？是我啊，林峰。哎，贾丹。 星辉，你来了。当然，我当然得来。生日快乐！没有耽误到你的公事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坐。公事儿确实有，但是又有什么事儿能比你的生日更重要呢？所以我必须来。 今天你能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们两个喝一杯。很久没跟你喝一杯了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生日快乐！ 星辉，上次我和你提起的关于洋行的那批货物的事儿，有眉目了吗？我放下那么多时间，应该说放下那么多重要的时间，专门过来给你庆祝生日，就是为了让你开心的，真的。而且我还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一份10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礼物。
我亲手为你戴上。 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幸会，今天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？可今天并不是你的生日啊，好像。你说什么呢？10年前，我跟你在东京话别。 前一天，我刚刚为你过完生日。如果我没。 哎呀呀呀！参谋长攻势太凌厉了，厉害厉害！安藤先生承让了。<笑>经理，对不起，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我们的车队在树林里被侦探队给劫了。那货呢？货被高凌风给扣了。八哥，你到底还有什么事能办得好？什么事？ 怎么会这样？加代不是把高凌风搞定了吗？你们提前走漏了风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加代，高凌风没去见你。人是来了，也很准时。可是他好像早就已经知道了一切，口口声声的说我选择在今天过生日，是因为我选择了今天是初八这个特殊的日子。我还有什么样办法？
怎么搞的？艾先生，提前换货的事情，高凌风怎么知道？钱成金怎么说的？我们进山送信的人昨天就回来了，定金已经收到了。这真是活见鬼！如果你们送信的人就是内鬼呢？我明白了，高凌风昨天是故意把出警换货的情报给亮出来，目的就是要我们提前出手。 我下了套，可恶！都跟我太轻敌了，全都是马后炮，有什么用啊？现在高凌风把所有上山的道路全都封掉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跟山上取得任何联系。还有，侦探队已经集合完毕，准备出发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 爸爸，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，少让我出头。小丹，遇到事情要冷静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简单，去劝劝他。嘿，队长。 蔡队，哎，你带着一分队还有李团长到大部队，今天晚上出发。凌晨5点，务必赶到李家店。我带着机动队解决了看山窝和麦城交货的土匪以后，去李家店和你们会合。一成，你去过李家店？你熟悉那儿的路程？你带路吧，记着啊，给我绕开大路还有村庄，越安静越好。明白。看你们了。 放心，队长，保证稳定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我们将迎来一场非常艰巨的。随军记者前来报道。随什么？随军记者。 高先生，你是在质疑我们的能力吗？哦，从来没有质疑过你们的能力，并且非常佩服你们的勇气和敬业的这种精神，非常好。但是，你笑什么？笑你们可爱，这个装扮。对不起，我们这不是儿戏。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批不批准？我无能为力。方队到。你批不批准啊？报告队长，侦探队、机动队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出发。是。等我给你们带回来胜利的消息。那祝你们凯旋。你说什么？祝你们凯旋。谢谢。 出发，小心点儿。哎，他就这么走了？笑什么？我说你们俩在一块儿吧，就拌嘴；不在一块儿呢，又牵挂。你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？什么感情啊？ 战斗友谊，少贫你。大哥，大哥，没事吧？啊，高凌风出发了吧？啊，出发了。半个小时之前，机动队就出发了。我的一分队和利剑五都不对，今天晚上开拔。你还有什么吩咐？ 这次上山你要掌握住进谷的节奏，一定要教训一下杨虎卫。这个家伙留着很有大用处啊！放心，我明白。还有，如果神机组被俘虏，干掉他，不能让他活着下山。是，高凌风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，我想有些事情我再出面，恐怕目标太大了。
最好能帮我找个帮手。你不是有愣三和金四吗？让他们配合一下。其实我这边还有一个人选，但眼下还不是火候。德本，哎，现在是我们最艰难的时间，你要多多担待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放心吧，参谋长，我尽力保证完成任务。撤！撤！离看山伯伯还有多远？穿过前面那片树林就到了。加把劲儿，速度！快！快！翠姑妹子，哎，今天钱生您派来送货那个人能不能到？说好的是出酒换货，错不了。再说了，就这事儿，钱生金和龙爷比咱着急，对吧？嗯，放心，天黑之前肯定能到。啊，把车送货的到了。有人，走。段勇，啊，你带着大部分人马从东边上山，分四队，拉网失踪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你瞧好吧。小王到。小三儿，到，出列。是，剩下人你带走。走。我们这边。二爷，啊，那不去喝粮食，不要了。要啥要啊？现在除了要命，啥也不能要。告诉兄弟们，分散了跑，出去到大石林子那儿集合，快点。哎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哎呀，这手气真是不错啊！不行，哎呀呀呀呀！押回去，其余的人清点物资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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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你的兄弟打，开枪！不敢开枪了是吧？不敢开枪，
几个老子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小子，这就对了。No。谁说我放下枪就打不死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谢谢高队长。快，跟进！大哥，已经肃清完毕了。只是，匪首崔富贵还没有找到。你瞎呀？嗯？找我啊？还是大哥厉害。机灵点，行不行？我求你，好吗？弄整齐了。收队。好。收队。喂，跟上。队长，这批物资不全，鸦片少了100公斤，那批古董也没找到。一定是那个女人捣的鬼。大哥，这事儿您交给我呀，我一定有办法把那小妞妹嘴撬开。您交给我。哎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高大哥，涛哥，是你们呢？春雨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从李家店啊过来山里采点药，就住在了附近的亲戚家里。我刚才听到这边又是打枪又是放炮的，我还以为土匪来抢劫呢，把我给吓坏了。不会吧？怎么说？队长，他们干啥呢？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有一批赃物，不知道在哪。例行公事。我前几天进山里采蘑菇，看见有人挖了好大一个坑，埋了那么多大箱子，有木头的，还有纸壳的。对了，他们埋完了还用树枝给盖上了呢。你还认识路？嗯，八九不离十。要不我现在就带你们过去。那太好了。方队，到，把这些物资都先搬到砍山窝棚，派人严加看守。是。安东，谢谢你。客气啥呀？这地儿不安全，换个地儿住吧，好吗？杜鹃没和你们在一起吗？娟姐，她就住在李家店呢，李村长安排的挺好的。你放心吧，我明天就回去。哎，高队长，你们也可得多加小心啊！那些土匪可都是些亡命徒。我们也是。你呢，就带着大家抓紧时间吃饭休息，因为明天凌晨的时候还要赶到李家店跟大部队会合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好吧？关键是还要再派一个小分队，处理一下战场的善后，把那些缴获的物资，还有那些伤员，先送回去。是，交给你了。放心吧。红刀，红刀，来。哎，大哥，我再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能完成吗？大哥，放心吧。还没跟你说呢。肯定能。我要让你的小分队
你的，大哥仔，你怎么了？呵，那我还能给你派任务？ 真能假的？能。 任务很简单，就是开火吃饭。啊，开火吃饭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准备弹药。去准备吧。 保务员到，向司令部发报。是。报告，高凌风带领机动队到达山沟口，出战告捷，生擒匪首，拾俘贵，被掩物资和古董全部查获。 啊！你团离咱这还有多远？距离李家店还有5公里。好，我准备迎接一下。那啥，参谋长呢？参谋长说最近头疼没法，告了两天假。你瞧这病的时候。 包子板，比如这把尖刀，撬开铁铁之门，一定不在话下。今天就痛快的好好打他一仗。李团长，正面突击靠你了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 山高藏猛虎，水深卧蛟龙，干什么呢？运货的鬼上了，快通报一声。这是个关卡哨，小心，前面就是山门了。走，走。 人都齐了吧？都准备好了。这次我活捉杨虎威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一会儿我给他支到后山，我给他演出苦肉计。苦肉计，你小心点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又欠我一次。我欠你的多了，马上可以还你了。走了。